不要点那里有人。我不要点那里有个人。完了，我打倒了一个。谁要绷带啊？我有26个绷带，你们要吗？你们要绷带吗？走了，走了。等我吗？我上车。快走。兄弟，你要不要绷带？我给你几个。不要不要，我有够了。那我们走吧。好。二号，你。二号，你来不来？算了，找不到了。我标记那个地方好像有个空投，你们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但我现在不是太想去了，这个圈又设成这个样子。稍微盯着点后面，后面听到有枪声的之前。我标记那个地方有人。记到了。走走走，你看，
还剩一个了。我们三个一起走吧。OK OK。因为我没有雷，我手上没有雷，也没有烟雾弹。啊，这个位置很好。他们专门在这边闪了，那个树后面。哎，不用当烟雾弹。明确点。